这是一款新的18音的音乐盒。哦，这款跟一般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除了这个地方有一个玻璃之外，哦，那厂商在这个地方故意让它削成有一个弧度。哦，那这弧度呢，在关起来的时候可以变成暂停器。好，我们实际来看它运作的效果。哦，发条一样在底部，顺时针旋转3到4圈就可以了。哦，打开的时候，它开始运作。哦，关起来的时候，这样就停止了。我们再看一次，打开。哦，关起来。我们再近一点看，打开的时候，关起来的时候，好，利用这个地方当作是即兴音乐停止的一个小技巧。